怪异。如果遭到袭击，请迅速逃离现场。请注意，一定不能被他们抓伤或是咬伤。如果家中有谁被攻击或者抓伤、咬伤，请尽快单独隔离。好久不见啊，还没回来。是哦，老师那边是拖课，那到现在才要下课。你嘞？昨晚累不了啊。那个抖音最近一直推送那种丧尸危机给我看。你有看到？我也是。哎，看外面这样多的位置哦。好像是有人被车撞了。哎，不对，你看那个被车撞的人，哇啦，怎么被车撞还能站起来哦？哎，这什么看不到啊？This is the front man speaking. Preparations for the first game are complete. You can begin now. Ten.